天师门手中，竟然有仙兽指，长白山，裂风谷。毕竟是大派的掌门，应该不会骗我们的。黄皮子可不同，他们那个门派啊，不管了。明术门所藏典籍中，确实记载了一只相似的仙灵兽，可惜太师祖仙逝之后。 说不定啊，这一只就……既然爷爷确认这份仙兽至为真，那我就做些准备，明日一早启程去。你要去裂风谷？既然得知仙兽存在，自然要去。若这一只真是太师祖的御灵，那这冰仙他性格古怪，有灵力强大。除了……爷爷，这一只是否是太师祖的御灵还不得而知。这些年，仙灵兽近乎绝迹。 好不容易知晓其中一只的下落，况且，明叔们需要御灵啊。你说的道理，爷爷比谁都清楚。我知道，您担心我同爹娘一样，但若不尝试就放弃，我不甘心。青叔啊，虚无是不是会和你一起去啊？ 你们不是不能离得太远吗？嗯，我同师姐一起去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有修无在，绝对不会有危险的。你们也奔波了一天了。此地虽非仙境，却也有澄净灵力存在。如今我的灵力所剩无几。 修武，如需谨记。天魔判神大逆不道，神族律法不容践踏。如今九泉灵脉可通达六级，此去务必将天魔铲除殆尽。是，神尊。 铲除凶兽虽重要，可若罪魁祸首、天魔不除，人间依旧不得安宁。可惜，如今春子简不在，即便是寻到了去魔界的方法，也无力对抗天魔众。神尊命我暂留人界，但此物，孟章究竟何意？嗯，师姐，这么晚了，他这是要去哪儿？